前两天最近都磨着了，天天看人家直播刮那个刮刮乐，几个600块钱买一本，刮使劲刮，我可以帮你刮。刮刷钱可给你们关系了。广山猪大奖，你天天不是不是不是广山猪大是，我看人家刮了手痒着了。个人真的中100万，你看了吗？我看了。也想中，反正600块钱买这一袋纸，我看看到时候。我总感觉你这个太新了，是人家新发售的那种。你敢买那种发售一年的？别胡扯，别发奖的那种。别胡扯，猜来我今天能中多少钱？450。我猜自己能中1000，兴奋的很。学姐，帮我拿卡片儿，425个1万至100万的奖金。超过100000个200至1000的奖金，看我有没有，第一张没有中，第二张中了一个20，这张又中一个50。你太慢了，我已经忍不住用卡片刮了。刮几张？刮了5张，中了100。不可能。给。你咋不高兴了？挺高兴的。想着刮了，节目刮完了，喜提300块，就是血亏300。朋友们，不要以为我们小这两天都是在玩刮刮乐，那只是一个意外。时间俺已经连包2天快递的，终于把大家的货全部给发出了。除了后台有30多单打不出来，只能麻烦这几位朋友申请一下退款，30多位啊。那个山东的朋友，他同时下了2单，就小区名不一样，一个发走，一个发不走，让我当改地址了。就等快递，等会把这单拉走就可以了。这几个姐又来扫尾了。现在圆通马上来拿快递了，最后一包。这家里都空了，看看，整个仓库都空了。这边时间到也没有了。对，那几个卖超娘的退要款。现在就剩这。都没有了，基本上。俺不放假。那不放假？但是那有加班工资吧？就是。没有加班工资，这一票比原来贵了，给涨了个价。好。现在快递已经拉走了，但是发生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事儿，就是上次我加花型的时候加叉 P 了，这个漏加了10来件，跟那花型多加了10来件，一家伙有10来个人排超了，可能等会儿都需要那些排超的朋友退款或者是换花型了。这个的话直接给大家加到那个视频下方链接里边了，想要的话直接可以去拍。这些视频啥价？就是刚才那个姐他们过来买了4套。刚才就是邻居来这儿拿了有4、5套。一扎今天已经忙到腊月27了，终于可以去做梦寐以求的美甲了。我打算去做一个这个嘞，今年我快把它再给我做回，哪一年都没有做成功过。你看，好看不好看这个？这都是人家加冕女几个，看你穿啥穿过吧。我的手指甲不够长，我不打算天天加票。人家都做罢了，肉都做罢了。好了，208块钱终于做好了，看看，还可以吧？就我指甲有点短，要再长点，估计效果更好看一点。你看看，等一下看，你满意不满意？哇，很满意。嘟囔一个多星期，终于坐上了。有点贵。